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继续为您现场直播第25届三星杯世界围棋大师赛16强战的对局。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杨光的谭笑九段。谭老师你好。邱老师好。大家好，我是谭笑，很高兴在天元围棋与您见面。今天这个三星杯已经是第二轮了，昨天是第一轮。对对，那我们中国在16强的对决当中呢是占据了8席，今天有很多有中韩啊，也有日韩之间的对决。对，那么我们首先为大家挑选的这盘棋呢是中国的10月9段对阵崔载荣5段。这崔载荣好像不是很熟悉，听起来好像。对，算是一位比较新的面孔。这是十月，十月好像新婚不久吧？他是登记了，但还没办。是这样。这个我们看到都是现在棋手都因为世界大战嘛，对，大家都是对着电脑网络下棋的，即使是可能相邻的两个人，他们互相之间对局也是对着电脑在下，对，都要在网络上进行，因为这疫情的关系。是的。对，杨鼎新是。对。李维清，现在也是势头上升的很猛。对，这是00后，2000年的。对。刚才我没看清楚李维清对的是谁呀？我感觉这是不是洪兴志？这是谢尔豪。谢尔豪昨天战胜了朴廷桓9段。非常的不容易，就是。昨天我看谁还发了一个，就是所有棋手的后脑勺对着电脑的画面，然后说，你们到底能认出几个人来？如果后脑勺你都能认出来的话，那肯定是一个资深棋迷了。是真棋迷。好，那我们下面先来看棋吧。这盘棋是由十月执黑先行的。对，执黑。小目。十月最近也开始下这个错小目了哈，之前感觉好像他布局不这么下，可能是反正大赛然后换一个布局，让对方摸不清他的套路。白的星小目，感觉可能是世界比赛的原因啊，这个白的也没有按照平时的进行啊，就是想走的比较分散一些。如果说白棋就普通嘛，我比如说在这儿硬一个的话，那黑棋会考虑手脚吗？还是怎么着？我觉得他这步小目的意思，首先比如说他正常下星位的话，他觉得比如说对方侧小目可能是他想一些他的布局嘛，这边他这个小目的意图应该就是破坏他的，对，让你挂我。你要不挂我就手脚这个地方所以一般这个小目要是冲着黑棋的话，黑棋肯定要挂角。那么白棋他就比如说怎么挂角，就等于是打伞一种心情，我感觉是。这个显然是破坏了一开始黑棋的意图了。对，反正来一个大家都不熟的。小尖。现在好像一般一挂角，要么一小尖，要么一小飞。照原来我们学习的时候简单了不少。没错。像这种二尖高加其实还是挺复杂的。我现在都几乎都看不着二尖高加了。对，有一些00后喜欢二尖，比如说谢科、易凌涛他们是对这个变化非常的有研究。那接下来白棋一般是怎么操作呢？白的一般是飞，然后黑的冲断是吧？黑的接二尖高加肯定是咔嚓给冲断。这个白的有挡和长的两种变化。这个是一下基本上就是这右下角就要战斗，有点像原来的大雪崩跟这种感觉差不多，但是比大雪崩要复杂。之所以现在都不下二尖高加，是不是觉得就打二尖高加大家也都下的差不多了，变化都清楚了？也没有，我感觉反正至少我是不是特别的清楚，每次经常会被他们这个中套给套住。你还挺实在的。这个小尖白的继续挂角，黑的飞呀。反正有了AI 之后，这个局面都更加简明化了。黑的再一下小尖下得非常稳健。白棋拆二也在情理之中嘛，这个要不然被黑棋加过来这个位置太好了。对，崔载荣是韩国
大概排名四十一目前，对，但是也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位棋手、可能大家对他的名字不太熟悉，但是实力还是很强的哦。毕竟能从韩国那个重重预选中出来的都不是等闲之辈、对，因为所有参加预选参加本赛的就是韩国，是他要有预选赛的是吧？对对，他们韩国是应该是很多人下选拔那种哦，不像中国是参加三星杯的话是前32本地分选拔、大概是，然后韩国应该是人会更多。对，因为往年的这个三星杯我记得都是在去三星研修院，然后大家好多人一起去，浩浩荡荡的阵容，然后下一个预选，然后慢慢的再打出来，对，一轮一轮打出来。因为今年是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这大规模的杀过去下预选赛，所以可能这就是单积分前32的下。对，等于今年世界比赛的话都是在网络上进行，基本上。对，是的。不过这网棋感觉还是和面棋有点区别。嗯，不过我看他们下的时候我看他们下的时候都没戴口罩，好像。对，还好一点。要长时间戴口罩下棋，会不会觉得受到影响？这回应该有点难受。是，我也觉得是。白棋也拆一个，现在、黑的高加。昨天就今天我看白棋是下这儿的嘛，是柯洁的棋。对对对。我看他是靠这边的，好像现在高加的话白的靠是最多的，就靠这边是吧？靠这边一般是怎么下？如果白黑棋搬起来，现在黑的不知道会不会选择搬白的长、如果黑的还是说他搬那边，比如说压一个白的靠、是的，感觉这个棋形黑的应该不太好。因为黑的现在这边很厚，但是对着白的这个一个跳出、这等于是在这条边是没有什么价值的，黑的应该不会选择搬，我觉得他应该会选择点三三。单点是吧？对，单点的话，白棋会挡吗？就是估计白的可能对这图不是特别满意，我估计他没有靠，因为如果黑的是搬这个，搬这个不害怕啊、然后长一个，搬了长，因为刚才说过，虽然这条边价值不大，但是上面这条边价值依然也不大，黑的小尖，白的立，然后拖一个，黑的拖，这个吃了是吧？对，这个是一个就是算是定势吧。但是黑的走不走就不知道了。比如说黑的可以飞掉，这期我们看成飞，白的冲了跳，挡住然后跳一个。对，刚才说这条边价值不大，但是现在再一看，这条边价值依然特别小就是这两边黑的走到哪边它都不合适，不划算所以说黑的应该会选择直接点三三，单点是吧？对，就是这时候在白的靠的一瞬间，黑的去点三三，应该是黑的高加也是这么准备这么下的，白的可能他就不知道走出来，不知道是挡还是搬。比如说他可以走在外面，对，走那边，然后爬回来。黑的可能还会接着再立一下。然后是怎么下去？就白的下法还是挺多的比如说他可以现在挡黑的爬白的长，黑的阿如立，对，他可能白的对这个图不是很满意吧，我估计没有选择这个图。以前我记得我下过这个棋，然后我搬一个他就爬回去了那白的效率觉得还可以，这样如果是这样吃的这个白的效率是很高的一般都是要长一下是吗？对，这期黑的要立，因为这被吃了的话这个局部一人四手棋但是黑的应该是效率要低于白棋。是，我也觉得白棋挺好，基本上这颗子将来要跑的可能性比较小。对，基本上跑不出来了，基本上以后虎一个也就那样。对对这个子被这么抱死的话黑棋是不满意的所以你觉得他基本上如果上靠的话，对，黑的会选择点三三取实地因为其实现在两条边黑的选哪边他都不太想选，他可能就直接取地，对，套脚。是的，那么实战白的也是没有靠，他是靠这边下成一个比较古老的定式这个也是有年头没有见过长这个其实齐云问肯定很熟这个定式大家都会是的这是教科书般的定式
那正常的话，这定是白的还要继续在这儿补一手，是吧？对，这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定式。嗯，但是他现在由于啊这边被压过来，被压过来不太舒服，比如说黑的就压搬起来嘛，对，黑的就搬长一个冲断。长的话，黑的应该不会再冲断，黑的就会继续压上啊。哦，那我要连搬吗？这看白的选择。如果白的连搬，就要被冲断一下。对，这冲断三路顶一下是很舒服的，也挺大的。对，这样黑的再长，他可能觉得这再搬一手的话，被黑的压过来，然后现在这个地方黑的配置就非常好，而白的这牵一个断打。刚才如果说白棋长呢，就是黑棋这个冲断断不着，对，黑的冲断就不断了，就是区别就在这个地方。对，黑的就是顶不到，但是外面头白的就会被继续压。对，这个就有这个差别哈。是的，他应该是不太满意，他就既然靠了，他就是要准备把这个贴起来。那白的不走，黑的就要在这地方继续走棋了。其实跳还是很严厉的。这局不对白棋。原来这个局部是跳的啊，因为这棋如果走是立那他肯定不硬了吧？白的跳一个啊，这个地方黑的是飞不过了。对，这飞一个被一牵，白的他是怎么先靠这个是吧？对，然后走这个，比如说再冲一个，冲一下就可以挡住啊，就再加下去。这个反正你连不上，地方白的可以好几种选择，也可以单靠在这边。就是单靠在上面、这个、单靠这个对是吧，反正是靠一个吧，就把它断开了，找个地方靠。这现在黑的是冲是顶，顶的话白的就顺势 冲一个就行了。对，冲下去所以说这个地方是可以白棋做选择，是我怎么分断你。那他跳一个下一步就跳过了，对，这样你就分不断他了。对，所以说这棋形是明显跳要优于立的。这也是学一招，确实没错，这都不知道这是怎么下的，因为确实太久不下这个定式，很久也想不起来，太久了，确实。白的啊，这个也是分段，不能让黑的跳过去，小尖出来，白的靠，靠长。之后，白的靠长之后，黑的面临选择了，这是补哪边？这个断点需要补吗？对，这首先牵个断点，对，就看是的，这个断点他觉得大不大？但这个断点，这补起来也挺不舒服。主要黑的不知道怎么补，黑的虎一个吧，这棋以后底下还是露着风，这随便人家猜一个，对，不是你黑的不知道补在哪。那黑的干脆就不补了，因为上面确实很大，上面白的走的话，这一带走一个黑的是很不舒服的。往黑的拆边啊，这也是眼见的非常大的一手实惠。是的，补强自身。其实下到这儿，我觉得黑的布局是不错的。我觉得黑的算是，布局还相对下的比较流畅。就感觉黑棋的空会比较多一点，对，因为看到白棋都是白的两个叉，是啊，一个这个地方也没什么空啊。虽然说黑的这小尖也看不着什么空，但是毕竟它是有木的，然后上面这个地方，就黑的整体感觉以后潜力会比较大，对，可以发展的地方，对，白的势力范围已经很小了，是的，是的。那白棋他说你不接你不补断，那我就把你断了，对，断掉，那必然是往下面打，这几个子肯定要保住。对，这样黑的就很舒服的做活。对，黑棋贴了一个。对，他实际上黑的没有选择继续贴一下他是可能觉得贴不便宜这个地方，但是棋就是敢棋的第一感肯定总想贴掉是吧？继续贴一下，贴和白的长交换，那再贴或者这地方要不要贴，是不是自己做活一手也？也挺大的，对。这个贴的时候，白棋应该没有任何反击的可能性，这也不能不走，这被扳头啊。我有点
就纠结是，我有点想会不会他不长，会不会往这边跳一个？这确实不太可能。对，这里也不太可能。这个地方被一扳头，白的这个头是软的。嗯。啊，扳完头，黑的好像不太合适，甚至可以直接二路点。嗯。对，这应该是不太可能。那就长吧。白的应该长是必然的一手棋，就看他这下交换他便不便宜。哦。首先，如果他是想贴着补，那如果是。啊，看成这样的话，嗯，那贴一下他有可能是觉得不便宜，他就这下可能可以保留，嗯，但是有可能这棋比如说直接活在底下，看着也很实惠，因为这步贴其实看不到有多少的目数，对，啊，但是他应该是防止别人加，哦，他有点担心那个加是吧？因为白的本身打一下是不损的，嗯，是的，是的，嗯，打一下。如果黑的这块都是活棋，那打一下就是一个白的权力的问题，嗯，没错，对，这是一个判断，对石哥来讲是一个判断性问题。这种地方我觉得会很纠结，对，你到底是应该补哪边，对，往哪里补，因为黑的现在不能飞，啊，他如果能飞着补活他肯定飞了，那飞的话这是不是有点，对对，这个地方明显有个点，这白的拐了冲完了一点，这有点麻烦看起来，对，嗯，因为他不能飞，嗯，等于是他这个棋形他需要就是贴更厚实的走，嗯，如果走的话，所以他选择的是实战是贴了那个外贴，哦，啊，这其实也挺狠的，就是他想把两边都走好，对，啊，那黑的没贴，白的就拐，嗯，拐一个，啊，这样的话白的棋形也更加完整，嗯，这也挺大的，倒是。嗯，现在就看白的这个后势啊，这是否，嗯，啊有用？看是不是？哎，觉得这个黑棋这三个子有点孤单啊，感觉。因为由于白棋上面太厚了。嗯，但其实还好。嗯，就是如果是现在选的话，我应该会选黑棋，嗯，因为黑的首先把实控这实控都捞了，然后。白的这三个子其实黑的一会儿一飞基本上也是个活棋，嗯，要是我选的话我会选黑棋，还是觉得黑棋好是吧，对，但胜率的话其实现在还是差不多的，啊，如果我们从那个胜率的这个 AI 给出的那个数据分析的话，嗯，现在是还早，但是个人的话我会选黑棋，嗯，黑棋比较实惠，那么白棋得到的就是外面的后势，但接下来就是看白棋如何运用它的后势，嗯，这个很关键，哦，他走这个二连低加啊，嗯，这也是进攻，基本上就几个选点，二连低加，一间低加，或者是高加也是有可能的，嗯，现在就看白的怎么选，我在想如果高加的话黑棋会不会想一些，黑的有可能会拖断，对，就拖断比较灵活一点的腾挪的手法，对，嗯，他走这个，嗯，他实战黑棋下的是这儿，对，啊，白棋拆了个二，哦，这种地方是这样的，他觉得这条边已经被你分掉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全盘就剩下这个大肠，对，黑棋他说我要把那条边的大肠给抢，就是眼见的一个非常大的大肠，嗯，下面也是双方都握手言和了，白的拆个二作为白棋来讲也挺满意的，嗯，黑的就是反正自己也活了，嗯，感觉这盘棋接下来很快即将进入收官的状态，好像很平稳，对对，有点不像十个的棋，嗯，那么白的小飞，嗯，这也是必然的一步啊，被逼住了，这个地方白的小飞自己做活，同时还在攻击着黑的两颗子，嗯，黑棋飞压，飞压，爬，然后再长，长。那白的这手也是必须的，对啊，就不能让他盖进去吧，对，这棋肯定要贴出来，嗯，现在该黑的其实想办法要怎么动啊，我在想黑棋会不会出手了其实黑的当时不飞压的话，嗯，是可以选择比如说在这边，哦，碰一个，啊，嗯，腾挪的话，啊，这也是比较容易想到，他要上班吗还是下班，对，这就是给白棋考试啊，但我觉得他应该怕下班，哦，因为现在黑的不敢搬，搬了我就把你打了吃掉，啊，对，因为黑的现在争子不利，嗯，
就主要是现在黑的这个地方蒸不掉这个白子，对，所以说黑的不敢搬。那可能是他觉得这个图就不便宜，他应该这个地方是肯定想过的。因为碰的时候，如果说人家二路搬的时候你不能连搬的话，那就有点对，好像觉得挺奇怪。有点尴尬。那你在干嘛呢？就因为白的如果上班的话，反而给黑的留下了下班的一个，黑的要下班可能。哦，搬这个。对，如果上班黑的能在底下就地做活的话，我觉得黑的可能会选择碰，但是他应该是怕下班。对，哦，是这样哦。尝一个，对，然后白棋贴起来，那么黑的就在这地方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定型手段啊，尖顶，先尖掉，确保冲断是绝线，冲断，接上。这尖顶的用意就是冲断白的线只能接了，如果不尖一下被别人会吃掉，搬上搬头，吃掉。低调，黑的应该是打掉了吧？对，打掉了，接上。黑的虎，黑棋虎一个啊，这还算这是，反正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定型吧？对，这是一个又是属于一个握手言和的图，两个人都很平和，感觉好像就是在这个地方是属于黑的取势，白的取地啊。是，像这边就是黑的取地，白的取势。嗯，基本上现在中央。谁都没什么空，嗯，至少现目前为止是看不出来有什么空的。然后就双方就开始数目了，嗯啊、这个棋就瞬间真的是要进入了没有什么战争的一盘棋。嗯，白的靠，黑棋搬一个，对，白的靠，然后再靠，嗯，这个，因为现在黑的很厚了，白的其实也是在补厚自己，嗯。然后白的其实刚才有这个挺大的，如果不、嗯、白的不靠，比如说白的这时候再抢一票，抢那个是吧？嗯，这个也是非常诱人的一手，但我觉得白的靠这个，有可能是他觉得自己形势还不错，嗯，就是一种信号，就是我不需要再抢这一票。啊，当时显示这胜率还不错，但是其实当然棋还早，对，非常早，嗯。这棋他可能怕飞压过来吗？飞压，嗯，比如说白的小尖，黑的再招一个，就这样啊，对，嗯，他应该是觉得这手棋吧还挺大的，对，这确实一手棋黑的基本上就全部连后，嗯，因为白的如果贴起也是，那黑的就会反击冲断吗？啊，黑的应该就断外面，断外面他那只有吃掉吧，吃黑的把这两个子提掉。就他觉得这飞压就有点难受，嗯，要么两个子没了，嗯，要么被别人封住，嗯，这是飞压之后就是白的怎么决定了，嗯，这样看这手棋确实还是很大，对，我也觉得是，因为如果说刚才那个图啊，黑棋长两个，比如说下成这样的话，嗯，我觉得这个外面对、这个很厚啊，确实，那将来即使白棋走一个，你也不能把人家空全破掉，是的，是的，而且这块棋是不是面临以后有可能会面临搜刮的问题、啊？小飞啊，对，飞太强，显而易见的，嗯，这个图现在还挺舒服的看着，对。因为确实白的一旦这下面厚了，黑的这边这棋形还不是很完整，嗯，比如说外面点方啊这种啊，对，是的，这是问题是还存在一点小问题，嗯，这个还没有啊，对，还没有飞、那黑的靠一个，靠白的，白棋搬，搬接上，白的插进去，黑的压，嗯，白棋跳，嗯，这搭的好结实啊，看起来。对，小堡垒是这个小堡垒已经搭好。嗯。然后黑棋搬这个，这看起来如果他不走的话，白棋是不是就往前跳一下？啊、嗯，对，这个跳是黑的有点无法忍受。这个跳之后，黑的棋形非常难受。那虎的话又被别人再尝一下。这木好像、而且黑的自身太薄了、嗯、这样的话白再一跳黑的底下一只眼都没有、嗯、还要继续往外跑，对，这是黑的不能容忍，
这不搬，因为白的这地方是个软头，黑的搬起来还是非常的舒服。没错，搬这个，再连搬，对，这下的挺舒服。对，这个地方软头。那么白的在这时候就脱先了，脱先了，他走不好了，他不知道走咋了、啊，靠了一下，对，啊，跳补。这个不补也不行吧，不补应该局部是不活的。嗯，这局部点一个就点一个、嗯、黑的必须要顶、嗯、这白的怎么一挖这棋肯定是不活了，就好像怎么这可能是要静死了。对，这要静死了，这不是活不活的问题，死掉了，所以这也是命令性的。嗯，得回补一下、啊、白的也就是靠一下其实、嗯、因为黑的反正走的话永远是补在这儿嘛、嗯、不管是白的挡啊还是白的靠、嗯、黑的都是跳在这儿。嗯，其实白的有可能应该先点他一下，先点这黑棋怎么下呢，因为黑的这件事首先给现在给黑的选，黑的有两种补棋，一种顶在这边、嗯、一种顶在这边、嗯啊、那顶在这边就是白的靠是先手，嗯，黑的再顶、嗯、啊，这样白的有可能目数便宜了啊，白的多死一个子，但是给黑的这个棋形留下来了一些啊味道，等于是目数应该是便宜的。嗯，那如果黑的顶这边的话，白的挡这个是先手，就看黑的是想让白这多个子还是这多个子的问题。我看他能不能不顶，但他不顶我也不知道走哪儿，不顶我不顶也不能不走啊，走什么？我很纠结，因为拐是不便宜的。对，这拐和别人虎交换，这是。一个俗手，然后他本来这不能动，现在是他可以了。对，本来他是软头，现在他拐成硬头了。对，人家就算简单的虎一个，这黑的也是，也只能长接回去。对，这黑的拐一下是不便宜的，所以说黑的也不能拐，那只能选择一边顶一个，基本上啊，不太会走哪儿这是怎么硬？对，这点一个是给黑的这，这、嗯、就是点方的问问，对你到底是怎么补？嗯，我觉得靠一个下的比较简单。嗯，单靠，因为这地方以后就不存在什么搬了打进去的。嗯，就虽然有搬了打，但是它不便宜。这局部搬了打，黑的是能提进去的、嗯。这样白的这个局部目数不太便宜，就算冲到一下。也就这么回事，也就这样了。对，嗯啊，而且自己被提一个白的，自身还受伤。嗯，对。所以说白的目数的话，应该是点方的。嗯嗯，看起来这个崔载荣是不是棋下的不是很精细？对，这个地方我觉得他是有点小的瑕疵。嗯啊，因为从劫材上现在也是损的，嗯、现在这个地方。白的有可能已经没有一枚劫材，对，已经没有劫了。刚才的话是有劫材的。嗯。所以说黑的很愉快的跳回去了，我觉得这个黑的跳回去是很舒服的，因为高高兴兴，因为你没有点我啊，点的这个地方，然后白棋飞了一个，终于把那个也抢了。对，我还是觉得白的觉得自己形势不错，嗯，从他这种就下的都比较很扎实，对，比较简单的下法，嗯，很扎实的，断打了一下，打吃，提掉。对，这个地方白的不走，确实黑的提了是非常大，这个、嗯、这得走一个吧，要不然直接断了怎么办？对，这白的这步棋是否能现在这边怎么处理一下？他不知道怎么办，显然是这棋，比如说打了拐一下，会不会有便宜呢？先拐冲一下。对，这黑的应该要跑，应该这两个得要吧，这有点大啊。嗯，那白的再冲一下，这要冲吗？冲不冲都行、嗯、啊，冲完别人拐去了，可能就这样放着。嗯，可能觉得也不便宜。对，这不走吧，被别人打拔也很难受。要不你单冲，单冲的话，黑的会在这时候打你一下，嗯、那也很难受。啊、或者啊，黑的还可以打这个。嗯，这就更难受了。我不太会了，这打白的粘上，那我就被别人再粘一把，然后黑的就可以脱先了。我还是不太会。啊、对，所以说他这冲也下不出手。嗯，白的总不能自己这好像也不太对。所以他觉得走不走、嗯、这都这地方就没法走，走不好。
走不好地方都不走，那干脆不走了。不走确实黑的，不走为难的打靶。嗯，你不走也不对，好像走也不对，也不知道应该走什么。对，跳了一个。这样。这我感觉黑的在这一串应该是得分了。嗯，从白的这个靠开始，因为虽然白的这走得很火，但黑的这个搬了连搬走得太舒服。嗯，干脆当时白的就别搬这一下。对，不搬还好点，好像越搬越难受。搬完了也不知道走什么。飞压一个，飞压。十个这盘棋下的非常的厚实，我感觉。十个现在要变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这种风格了。这盘棋好像确实也找不到什么发力点。嗯，这活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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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棋啊，白的都是活的，然后黑的也非常厚。如果说他。这样下下就能赢了，那当然比那个吃人家棋就更简单，省事儿。对，要吃人家棋还挺费劲，还得算半天。白在这地方啊，他没有选择继续贴串、嗯，因为他现在不敢贴了，因为黑的太厚了。现在贴的话，他怕还是这样给尖断，冲了待会儿再断了长出来了。对，这个黑棋就说我不用说这样，我不是刚才那个把你头给搬了，不是那个图了。对，你想下成这个图那是不可能的，那我肯定要退对啊。这样白的这两个子这样跑出来太累了，即使这样能跑掉的话，那这底下实力也是受伤的，这些、黑子就算跳一跳就很简单的处理一下就行了。对，所以说白这地方就不能贴了、这个你要想下成这个图你是那个梦想。而且那底下断了长本身这个官子价值也挺大的。对、嗯、但是这飞了长是不是就是从黑棋的角度，黑棋也觉得自己形势不错、他们自我感觉都很良好。因为如果这棋形势不好的话，我觉得黑的会选择靠。靠一个，假如说白棋下扳的话，是打算断吗？下扳，我觉得黑的就算是长，黑的也便宜了。哦，因为下扳的话，这白的棋形就现在很难受。我也不知道这地方走什么呢？顶住也有点难受。待会被你是不是二二靠住了要？对，这一棋或者我一会儿小尖你这个地方白的棋形应该也不太好、或者黑的比如说继续跟着你拐、这因为白的下边有断点，这个棋白的气势比较近、那如果白棋上扳，黑的下扳、这个就挺严厉的，还是把白的这个地方地全撅了。哦，这样挺狠的。哦。因为这个外面白棋还有断点，然后整体都不活。是，那白的现在应该不能选择这个子啊，被吃了。因为如果被吃了的话，白的当初的那步飞就现在太尴尬了。嗯，是的、所以这地方是有靠的手段、有这个三路靠，对，又学了一招。哎，但我觉得从十月的角度，可能觉得这样也够了，哎，可以了。对，因为确实从进程上来看的话，我还是喜欢黑棋。嗯，啊，我觉得黑棋在这边是得稍微得一点分，嗯，然后在这地方是肯定得分，这个地方先手提一个子，嗯，所以说可能双方都对这个局势充满信心。这样的一局也挺有意思的，嗯、我觉得是的，两人下的都觉得自己很好。黑的这也不保留了，能走的都走掉，把两边都压住，嗯，非常的厚实，很大，这步棋。总觉得后面会黑棋好收一点，因为中央的潜力很大哦。反正看着这个地方虚花花的，因为白的这个头基本上已经快出不来了。嗯，那这个地方黑的现在顶是先手，如果这个地方再被黑的闷住的话，再这样、是吧？对，嗯，那白的基本上就这个空就是黑棋的了。嗯，所以说白的下一手是必然的一手，从这地方拐出。我怎么觉得这是白棋的棋？对，棋形有点尴尬。这棋子排的有点多呀，全部都团在一起的、效率有点低。嗯，虽然没有就说一团在一起，但是这棋子码的有点多，好像是的。嗯，给它挤，把它摘上，接住。啊，然后就是该黑的怎么围了？这地方黑的也不太会围。我感觉黑的也不会了，现在，嗯，这棋就是在中央在哪个地方走一手，嗯，这个肯定是一个比较难的选点，
这很非常困难，因为你不知道围到哪儿是正确的。对，尤其感觉在中府行棋是围棋的比较难的地方，尤其中间的那种目数判断啊，经常会有很顶尖的高手在这种地方失误。是的，因为特别特别难这个地方。那么黑的说，这反正我也不知道中间围在哪儿，我先拐住你吧。对，走一个看得见的比较大。那白棋应该会尖吧，要不然被靠住了是不是先手？对，但是这步棋和白的尖交换，黑的真的便宜吗？这不是，这个也是一个疑问。嗯，就是拐和尖价值哪个大，这个这不明。首先这个尖就判断不清，因为这个地方如果是这有个子的话，那肯定是这个大。对，是的，那绝对是这个尖大，因为尖完还能跳进去。那现在看这地方有漏风，这两边都漏风，那这个尖到底是有多大？这个问号，全都是问号。现在还是黑棋要回到中央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实在是始终是亟待解决，就是你到底要围到哪里？该黑的怎么围？你到底要围到哪里？他选的是班主，我们本来想的是，我都想的是不是这儿？对对，我觉得这儿已经还可，看着已经还行，但他这个。石哥的这个棋风又体现出来，我全部要啊，这都是我的，全都是。对，白棋搬一个啊，白的搬，黑的炒，白的这下搬看着感觉有可能不便宜啊，因为搬完，首先这个地方白的他现在不肯自己花手棋粘回去，那么白的如果不粘回去，被黑的这顶了断死的话。那太大了，那这一扳这下就损进去了。那既然有可能损的话，白的应该保留这下。他如果说扳了不打算接回去的话，那但是现在接回去可以看也不是全盘最大的，明显重心还是应该在这个地方行棋。如果说假如说这样，他所以他又不肯，对，他又不肯接回去，那这下就不应该走，应该脱先，直接比如说啊要。在这一代星期就直接走啊，或者他想怎么进来，如果能进来的话，对，他进到哪里这也是个问号。对，这也不知道哪儿是对，这需要大量的计算了，就是比如说敢不敢，这个我能不能活，不知道，我要能活我肯定进来了。是，但是就是现在这个很难算得清，比如说黑的是从这一代分段还是从这一代分段的问题。因为白的这地方虽然看着离家很近，但是它也未必连回去，就未必就连，你想连好了也不容易。对，你说没有断点的连好像也做不到。走这个的这被人家跳了一次，对，这比如说一次，这还真看不清。是的，但是不管如何，这个搬一下都不是便宜的。这一下，因为本身就算没有这下搬黑的，如果是从收目角度也是这样顶了走，对。那白的这断一下肯定是大亏。那搬一下他又没准备粘，关键是啊，因为他觉得这个粘确实现在目数可能不太够，被黑的围的有点太大。他下的是这儿，对，他下这儿。我觉得这时候白的应该不觉得他好。下到这儿的话，白棋这一步棋应该是一个准备要拼搏的姿态，要拼了是吧？对，这棋看来战斗还是难以避免。是的，如果他觉得他好的话，我觉得这跳一个就够了。如果是赢了的话，那肯定这个最扎实，连的也最厚。但是他觉得这现在形势呢，这么跳，可能不太够，不足以争胜。哎，那我回过头来一看，这一下。肯定是不可能便宜的啊！无论是白的连不连，对白的这子肯定是受影响的。看看黑棋是怎么处理的这一代。对，这种地方我觉得十月是不是特别擅长？对，应该是进入到他强项了，这个就肉搏战。是，对。而且他特别擅长于就是，东也给你来一下，西也给你来一下，他绝对不会直接吃你的。直接的吃下吧。当时这底下，我当时想过黑的，比如说冲，这一下冲是很俗的，但冲完单靠一个靠完了是不是强调这个扳是先手是这意思？对，白的要扳，对，假如说就正常他扳嘛，我黑的准备打了断，单断，对，这地方我冲，否则我该怕冲不到了，我要先冲掉。
这样挖打你就打的冲出来了。这我这个够狠的，我翻打这还能滚白的一包，很舒服。哦，我明白了。本来如果单打这个的话，打不着这一下。是的，哈，它长出来了，所以你先打这个，很舒服。打这个很愉快的是一样，白的走哪都是一样。对，是的，给它再打，对，把它打成一团儿。这个应该白的是，这个好像白的不太，白的应该不太喜欢。这白的哪都要死，底下也不太对了，已经。对，中间这一。算这个包子也不太对，反正都不太对。所以说黑的是可以这么定型。那么靠的话，不知道白的，就比如说看成已经这个地方打掉嘛，靠，那白的要么长要么扳，就是这块走只能这么走。嗯，如果长的话，黑的压住是不是棋形要更好一点？更好一些。对，感觉这个扳头还是挺舒服的。白的气比较紧啊，这下还可以不打掉。我们刚才说，看反正这个打是什么时候也不能不占呀，这是绝仙啊。是，所以说是不是靠一个更好？因为如果白的扳，黑的打断，这好像没变。那白的不能反击啊，反击也不行啊，这反击。白的如果这打的话，被黑的一挖打，应该白的也不太成。这好像这去哪儿找那么大的劫财？对这个地方，而且黑的特别轻，黑的这顶可能都是顶。这提通了，底下就全快死了。所以如果白的粘黑的长，那黑的应该便宜了。这样看应该黑的是便宜。我不知道十月有没有看到这个图。这个图我觉得也，即使它吃不掉的话，回头收木它尖在这儿也很大呀。而且底下对，这现在这黑的很厚。对，很厚的话，白的刚才说过，本身它就不好练。现在白的掰一下，它可能更不好练。我是觉得这个靠可能是要更紧凑些，因为冲一下是基本上不损。它不能吐，现在跟黑的这撞一气应该没什么太大关系。这边没事儿，现在对冲一下应该不太损，然后如果能靠住的话，应该是要更紧凑一些。对，哦，这个图好像很厉害，觉得实战十月是选择刺一下飞，然后飞一个。但飞的话，就是这地方会给白的以后有可能。有一些借用，不像靠那么厚实。它好处是底下刺了一下。对，刺到一下。对，十月这盘棋很喜欢把别人那个全部给刺掉。好，但是看他这招法，比如啊，他现在也是靠住。我觉得他好像判断清楚了，他觉得自己还可以。我觉得如果说白棋肯退，他觉得他呼住就可以了，就围住他就够了。对，反正怎么看白的这一下都是有点臭的。这一下如果没有这一下的话，比如说白的好多了，是这黑的还得想办法怎么那个封住。这还是黑的是一个难题啊，因为黑的对现在靠不断。可以看这靠断的话，我能靠断吗？白的打吃，哦，尝一个粘上，下步这得得走，这个夹死了，要不然跳死了，是吧？那这个地方黑的就有点难。还有这招，对，黑的棋形是不太好的，黑的有一小尖，对，能强行扛，但是这样白的就算打了长，黑的也不便宜，也不太对，对，应该这期黑的不是特别便宜，黑的。大概只能跳，我能先把这个打了吗？啊，再打了，好难，这个黑的有点紧张，我感觉这个棋黑的吃得掉白棋。如果被吃掉，那就啊，这个棋黑的棋形是棋形很难看，莫名的喜感。这个我感觉黑的这个风险太大，白的这种飞，那肯定是先手，这个、那毫无疑问，这肯定是先手。那这个黑的风险实在是太大，这个。黑的应该没有任何的把握，这一会儿刺一刺，感觉确实不太好。白的话眼型也挺好的啊，白这边可能还有一个，比如说穿向眼这种。我觉得好像白棋的处理的方法有点多。对，白的应该不太容易死。是、啊，这黑的有点太紧张了，我感觉。所以说，如果没有扳掉这一下的话，黑的还未必好封白的这个口子啊。白的或者比如说像现在这种小尖。黑的也不见得敢虎断强行杀白的。如果是虎断，假如说这样好，对，白的打掉完长，这黑的应该也没有任何的把握啊。这地方，反正我走一个吧。啊，对，这地方还轮白下，这看着就不太像死的啊。比如说就小尖一个，
我觉得好像白棋很容易做眼，这次怎么回头碰一个，基本上你就肯定是活棋、是，所以说就是如果没有搬掉，感觉这棋黑的还未必好收、搬掉一下还是差距有点大呀，对，所以说说来说去还是前面白的这一下搬是一个问题、这是比较明显的一部分提手，是怎么感觉有点像网棋，就有网棋的这种感觉，因为如果面棋的话你会算得很清楚，这种地方很关键，因为你肯定会算清楚了、然后决定下一步到底是应该直接进去还是要搬掉怎么样。他怎么搬了突然就不太连贯，他是不是第一感以为他搬黑的会断掉，他可能是进行了断的、然后别人一退他发现这地方很尴尬，对，走不走都很尴尬，这样不知道、对，那么白的现在他不走了，对啊，这也是前面这个小尖以后的这个手段，没错，这个底下基本上黑棋是围不出什么木来了，这个地方黑的肯定是点不出木的，因为白的可以选择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就这三个反正黑的肯定都吃不掉啊，两边都有一个跳过，是就看白的是选择哪个啊，白是选择点，那么黑的拆一白的点了之后就继续得走啊，这得爬过，那么黑的压住，压这个，对，黑的反正这回终于踏实了，这个地方现在变得很厚毫无疑问它中央是可以围出很多木来，是的，现在白棋点了这个、这步棋就可以看出白的现在对形势是觉得不利了因为如果退是够的话，白的这地方肯定是会选择退掉。我就奇怪，人家靠一个，他怎么都不走了呀？因为他觉得退他可能不太够，搬进去还就不敢，不敢搬。对，也不敢搬，就是搬嘛，他这要死啊。这个他如果说搬进去，那黑棋就搬断他。对，黑的只有选择搬断，没错。他觉得这个搬进去可能是要死，但退呢他又不够，所以说他只能想办法，这个声东击西。但十月显然看得很清楚，他就保证你不敢搬进去就可以，对啊，因为白的这几下走完这个搬进去，这个黑的越来越不行了，这显然是暂时肯定是搬不进去了、他得想点辙，他点了一个，但是十月走得很简单在这地方、因为白的点方嘛，这个棋虽然是点到黑的形状，但黑的走活在底下，白的没走到木就活了，对，这个白的等于底下很受伤，这一会儿这二路一加，这还能这加一个白的也很头疼，可以加进去是吧，这加的话它这棋不能算是可以立、可以立，这棋不能算是能加进去，但是呢白的立完之后白的这块局部不活吗，就死，对，局部是个死棋，这黑的扑掉，这好像不能随便扑了打掉，然后一挡、接上再挡住是吧，对，白的已经做不活，白的现在这虎的团里边也是个刀把舞，对，是、这等于这块其实局部如果立的话是块死棋，它不能随便立下去，而且这黑的这挡了半粘，可以看出黑的围了五六目、白的被半粘之后目数是明显减少的，那就看白现在这个点的这个子有什么用了，如果这子没什么用的话那白的肯定又亏了，这可能当初他刺了飞的时候，他刺这个的时候他已经想好了，就接下来对他觉得这个手法，对、他觉得很舒服、对，这一代的定型他是这样操作的，对，搬一个黑的狗住，他先加了，他就先考验他一下、先加先、先问一下，先考验你敢不敢立啊，立的话他可能是准备小尖，是这样啊，他小尖的话，他反正这个打吃先手，对，小尖的话，这样白的也行，稍微差一点点。反正他先问一下，因为家也不怎么损，粘回去了，这样他苟住。白的终于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受不了了、这不能退啊，退的话这之前这个都打水漂了，而且这一代人家已经捞了很多木了，这黑的度过，白的现在是两木了、这地方本来还能点个接近小十目呢，这如果人家还先手挡着的话那更没法看，对，这反正只能搬，死不死都是他了先进来再说，那
么黑的，你看，啊，黑的是先度过吗？先度过的，对。然后白棋扑了一下，这对黑棋的眼位有关系。嗯，黑的应该是跳的。哦，跳刺一下。对，这也是分段前的一个次序吧。然后白的这粘，他在半段。我就奇怪，这白棋是怎么连的？他连的回去吧。反正这一代嘛，看白的这多了三个子，嗯，这一代肯定有点接应，但连不连的回去，真是一个未知的。嗯，现在黑的跳，我很担心他连不回去了，已经。他顶了一下，对，他顶了拖。嗯，这个地方他要问问黑棋，嗯，你是要木呢，还是你是扳断我，还是虎？嗯，你如果肯虎，那已经很高兴了，这样好多木啊。对，这就是这样吧。对，是退，但他可能是比如说他拖一下先手之后，这个断这种变成了绝先啊。哦，那上面就好多了。对，他可能是、嗯、依然是这个拖是接应，想办法接应中央、嗯、主要是中间能不能逃回去的问题。对，黑的实战选择这个，全部吃下，嗯，断掉，黑的挡住，继续挡住，然后白棋飞一个，嗯，这地方下的挺有意思的，黑的先靠一下，嗯，白的冲，那么黑的再把这三个字厚实的吃住。他本来是什么意思？就是人家断着就先手断着的话，这个棋是这样的，是吧？那个白的有一拐，嗯，局部呢，黑的是要加一个，假如说那么白的可以打吃一下，黑的粘上、啊。所以说，如果这个地方黑的再被断掉呢，黑的这块棋就死了，哦、啊，局部就已经死掉了。对，到八五，嗯，那白的其实这一下拐啊，白的不应该保留掉的，白的应该拐掉、哦，因为黑的现在挡了之后，可以看啊，这个子黑的是已经连回来了，嗯。那么如果白的拐掉或者打掉的话，黑的这个子是已经死的，嗯，黑的得想办法这个地方啊联络，而且他待会儿他实在是不行的时候，有拼命的，是的，这个地方有这种招啊，确实这个地方，嗯，这个拼命也很厉害、啊、有的时候就不行了嘛，就是想点这种，对，就是非常招法、这个棋得是在白的节态，就是如果黑的打那肯定是拼了，嗯，但其实这个节白的还是挺免费的，是啊，对，那如果黑的是拐白的加一下的话、嗯、那这个地方局部就变成了一个锦旗节了，对啊，这确实非常厉害，是这个啊，这所以说白的刚才这下为什么没走啊，这个很奇怪很奇怪，那先走掉总好的呀，走的话可以看黑的加那团一个啊，团单团，但团其实跟刚才面临的状态差不多。白的还是可以先做一下，来这个。所以说白的这下是不应该保留的，应该走。嗯、是，基本上白的可能，比如说飞一飞，黑的还是这个地方要补一手棋、嗯。黑的是里边是需要补一手棋。反正交换一下总好的，我觉得对，能走着一下。那么实战被黑的靠掉。机敏的挡住了，嗯，白的加，黑的吃，然后他是飞了这个，嗯，黑棋挡回来接住啊、嗯、不是白的是冲这个吗，嗯，是的，他冲了一个然后粘上，嗯，这还是中间看起来有点眼花缭乱的，现在可以看白的这棋特别惨，因为这地方被挡的话白的下面还没活，对，这下面没活，白的如果这儿的话这还得先手被拔两个子、啊、这白的白的特别惨这个地方、嗯、所以说刚才这个地方为什么说不应该保留，如果白的拐到的话就没有白的下面是活棋，是的、啊、嗯，白的跳往黑的掰了一下，对，白的中央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感觉，断了，他在顶、嗯、接上，黑的从这地方接上，对，
冲过的。顶。然后白去贴了一个，这先把这两个字吃掉。对，所以必须得。要不然都没连上，嗯、不现在也没连。其实黑棋刚才这地方可以下的更加简明一些。嗯，黑的，比如说先把这个地方冲，啊，就什么时候冲都行，比如这时候冲也行。啊，这不已经把它断开了？这白的，白的如果这回去这被跑死，肯定就那四个先不接了。哦，这个先这样，就无所谓，有点乱看着。那四个不重要，嗯，这三个只要吃掉，那白的前面这个所有的工作都白费了。是啊，这如果白的是要啊赢一个的话，那黑的冲一下是肯定便宜了。对啊，不管是怎么赢，黑的再管管。嗯，啊，这冲一下是最简明的。先冲他一下，他感觉十月应该是觉得这可能这块都是我的，怎么都是我的，这都是我的，你也别连回去了，连根给你切断。他说你这都是死的，你什么时候活过呀？对，你是怎么活的呀？那白的这时候把这个地方黑的给断切断了是吧？嗯，黑的挡。哦，这是。这块棋还没交代呢啊，现在有下挤一下，好歹是活的是吧？嗯，挤完他是先煎的啊，先煎，嗯，煎一下，然后黑棋团掉，团这个，哎啊，他是往里再挤，他挤这个啊，现在，然后黑棋这得小心，黑棋这地方得小心自己接不回去。来的结痂吗？嗯，啊，提他提了一下，然后接住黑棋，在白棋在接上，接回去。这是什么意思？要跟黑棋这块棋杀棋啊？但白的现在是主要是，如果你杀黑的话，外边这块棋其实有点短啊。比如说我给你来一个滚包啊，滚包完之后，白的就已经没什么气了。黑的棋好像长得很。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肯定是十气朝上，黑的。我觉得黑棋可以选择跟这块杀，也可以选择跟这块杀，好像选的比较多。黑的，我感觉两块白棋都杀不赢他。黑的得选一块吧。嗯，白的虎，黑的是。嗯，黑棋接了一下，接上。这里边黑。搬一个，白的肯定也是死的。气也是很短，黑就冲了扑一下，这再吃两个，白的就没什么气了。是啊，就是黑的现在选择杀哪块？那黑的实际上选择，这是一个幸福的烦恼。这两块其实白的死哪块，白的都不行。哪块他都不能死，他挤了一下，挤一下又不知道啥意思，这也没有用啊。即使先手提掉，外面也吃不死人家呀，看起来。他是提了一下，提了一下，提这个，啊，黑的只是加一下，黑的，我只是吓唬你一下，然后决定杀到底下去。我觉得还是杀底下这块好杀一点，对，反正这气好紧，对，看着简明，对啊，这上面看不清楚，白的拐，这便宜点气，黑的大吃，他拐。拐是先手，拐完他下步能活。哦，他打完这两个打都是先手，对对，得走到这三个才能活，这真是艰难。白的一个，还提劫，还要打劫啊！不过提劫，白棋去找了个什么劫材？哦，他团打了一下，打这个接上，然后提，这个冲。嗯，白的还继续。啊，好像没有继续了啊！哦，终于觉得不行了，因为黑的就算这自己这粘一个对、啊、白的局部气也是杀不过的，慢很多。嗯、这个劫只要他打赢了，他还得坐在这儿。哎呦，这惨不忍睹，这看起来。嗯，下这儿白的就偷子。嗯，总体来说，我觉得黑棋还是下的挺不错的这盘棋。对，掌握着。节奏、嗯、一直是掌握着节奏，没错。大家可能看胜率不觉得哈、啊，就觉得黑棋好像，一度好像胜率也不怎么样，也就是二三十的样子。但其实我们看这棋的话，如果单看这棋的进程，我觉得黑棋还下的挺顺当的。
对，因为黑的反正棋一直走在目上，而且白的前面这个后势一直感觉没什么用，就是也不是很厚，后面被黑的这搬了连扳之后，我就觉得黑的应该形势还不错，但是可能白棋这个地方什么怎么没处理好这一下对，或者还是靠了长可能是有点小问题，是这样子。那这盘棋呢，最后十月就是中盘胜了崔载荣，杀入了八强，恭喜十月吧。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将为大家带来另外一盘非常精彩的中韩对决。好，一会儿见。一会儿见。有信号为。